人陈时中今天下午呢是来到基督长老的这个后援会成立大会哦。但其实现场呢有非常多的这个支持者来到现场来帮他加油打气，那不仅呢是要合照啊，要签名啊，也是送上礼物跟他说有你真好，感谢他在防疫期间的努力哦。不过现在台北市选战进入白热化，撒卡度确实是竞争非常激烈。上午黄珊珊在受访的时候就讲到呢，台北的选战现在负面选举，认为起头就是陈时中，我们来听他的最新回应。其实若把收集一下相关的话语，那就负面的言辞谁比较多，其实就一目了然了。可以听到陈时中是表示说，如果将大家说的话来搜集一下，就知道到底谁讲的负面语言比较多。那另外呢，因为陈时中有讲到抗共保台、蒋万安轰，这是咒语，但是陈时中强调这是大家的心声，应该要大声说出来。